社长的里面去做详细的规划，就是技术人员的所有机器人员跟机器的部分，其实都是文化局在这个所谓的透过公开招标的方式里面去找到这个厂商，然后全力支援呢、技术教育需求。那钢材的部分，因为东钢也是作为一个主办方，他更积极，所以他提供了120吨的钢铁。中钢。东钢铁。然后这个整个计划过程里面，我们共同邀请了个策展人来规划整个的创作及涵盖学术内容的部分。所以钢雕应该算是国际里面一个我个人觉得表现很优异的一个活动。最主要是酸也是高哈，爱酸雕，哎，他们敢用，因为创作经验丰富，所以你看访问几个人，就是这一次的作品基本上都有一个程度，都很平均的，程度都是平均水准上。艺术家上车，艺术家策展的，好，刚好是主办单位，然后很多的部分我也刚好艺术家，我更知道这个整个制作过程，艺术家的需求，那也顺便帮忙做翻译的，还是做帮忙一些所谓的一些工作的安排。所以你是主办单位个兼艺术家了？不是，我只是你有讲过，你较早捌做展几啊届嘛？我策展，但是我拢无参加策展人，我都无想要求人当裁判。我这届我只是我是在东河钢铁基金会，然后因为过去有都跟高雄钢雕有赞助，甚至有相互合作。那这一次他们也问我要不要当策展人、我说如果，但是也希望我当艺术家。我说如果我是策展人，我就不会是艺术家。那当然主要的部分是说我会参加，是因为策展人说，如果我在这边，其实也可以，艺术家也都认识啦，艺术家也比较好沟通嘛，所以未来就是一起参与这个创作的部分这样。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台湾的艺术家梁任宏老师。那老师呢，他很擅长用自然力的部分来跟他艺术品做连接，像是风力、水力的部分，我们可以往后看，这边有一个一种小花，这个艺术品它叫链接的可能。那种小花呢，它会随着波浪。他希望说这个想法呢，他觉得高雄是一个海洋都市。那他这个创作的概念，名字是花枝招展。你可以觉得它是马上想到是花枝、海洋生物，或者是甚至外星生物、机器人都有可能。那你会看到它有四肢，然后它的四肢就很可爱。我觉得就是像我们工作人员就是讲到一个很好玩的，就是比喻，就是很像日本之前一个很有名的动画是《霍尔的移动城堡》，它会动的那种感觉就很可爱。那
甘蔗跟薄荷做连接。那在这个铁条上面有一个烟囱，你觉得它是烟囱？然后为什么老师会突然有这个想法？因为有时候休息时间，老师们会在薄荷这边做走动。那我们附近都有民宅，然后老师就看到说，哎，我们那森林有一个民间信仰，那就是希望说，借由这样的方式可以传达我们一个愿望，或是一个对什么样的期望，来传达到天上，让神明知道这样子。所以老师就说，哎，那觉得这个很有趣，所以他就把它，用一个释燃的动作，我们把柴就放进去，然后来做燃烧，那真的就是有火光往上。对对对。那因为你看，我旁边就是这些朋友他们在就是用东西的时候会有一些小小火花，对不对？那我们就是昨天晚上的时候在那边有一些火光，然后也有小小小小的，很像萤火虫那样的概念。然后这海螺，它是一个海洋生物，再往上一直延伸上去，它想要后面是一个很像云朵般的东西。那这个东西的话，很像是你可以觉得说是高雄市民对高雄民宅一个期望，或者是一个梦想，或甚至你们每一个人对于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看到一个很可爱的助理，他觉得说，海螺嘛，海螺有梦，想象是它在海里比较慢，那每一个人都有小小的愿望，那海螺也有小小的愿望，就是想要变成。它可以游得很快，或是它甚至可以不用花这么多的时间来去我们可以讲到说，每个人都有梦想，那你的梦想都不一样。那我们从这边看出来之后，可以想象到说，每个艺术品、艺术家们都有他们的自己。那也希望说，我们这样创作非常大型的艺术品，可以更跟人民和跟我们的观众更加的互动。那我们用创作营的方式，艺术家们也来进行一个创作，也可以当做艺术家们的一个高手的更多的连接。那我们觉得像刚刚说，哦，对，就是高手，就像我们看到东京铁塔，不想说，哦，对，就是的一个概念。那我们预计的话是在这礼拜一月4号左右，那艺术家们会陆续完工，因为他们画了6天，然后只有。